你已经为我做的太多了，接下来是我该好好做选择了。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在我心里，方冷是个冷静、坚强，即使是被人推进了泥土里，也能够重新站起来的。看看你从小到大，你聪明、独立，你有自己的事业。其实现在最重要的，是你值得找一个人真心真意的去爱你。这才是你想要的，不是吗？别再用我来困住你自己了。你不想跟江家联姻，你不会只是为了证明你自己吧？还有一个原因您是知道的，我喜欢的人他够了。